肝阳三抗性高血压怎么办？一张两味药的小药方，帮你啊平肝息风，肝肾同补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刘大夫。生活中啊，高血压的人呐、特别多，而引起高血压的原因同样有很多。其中啊，肝阳三抗性高血压虽然是啊高血压中啊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了。这类患者往往表现为头晕、目眩、头疼、头胀、口干、口苦、心情烦躁，有时还有恶心、呕吐、便秘、小便发黄等等。而且呢，这一系列症状都会因生气、恼怒而出现了加重的情况。不少人可能蹲久了还会感到眩晕，产生耳鸣，睡眠质量也不好，多梦易醒。如果经常出现剧烈的头疼，那可能就是高血压恶化的表现。时间久了，甚至还会出现气血流通障碍，造成经络阻滞，从而引发其他疾病，像冠心病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等。严重呢，当血液气病走于上的时候，还有可能会产生脑淤血、脑梗死。那该怎么办呢？针对这种类型的高血压，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以平肝潜阳为主的两味药降压方。它就出自古典名著正治准生中的钩藤汤，全方只有钩藤、牛膝两味药，是治疗高血压的常用搭档。到这里，有人可能就会发问了，只凭借区区的两味药如何能够治疗高血压呢？我们来看钩藤。中医古典著作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钩藤是手足厥阴药呀，足厥阴主风，手厥阴主火，经疼眩晕皆肝风相火之病。钩藤通心表与肝木，风静火息则主症此处。而且钩藤味甘，性微寒，归于肝心包经，所以具有息风之精，清热平肝之效，主治肝风内动、经线抽搐，以及由肝阳偏旺、肝火上攻引起的头晕、目眩、头疼的症状。可以清热、清风、镇静、降压、牛膝、胃苦、肝酸、性平，具有活血通经、补肝肾、强筋骨之效，引血下行，让向逆的气血重新归于平静。肝阳三抗性高血压一般都会有肾虚，所以用牛膝不仅降压，还能补肾。钩藤与牛膝搭配使用，清上一下，肝肾同补，平肝息风，最适合用于治疗肝阳三抗性高血压。不过如果你血压特别高，或者是患病时间较久，请一定及时的去医院调理，避免其他疾病的发病率。大家知道了吗？